生过一半，往事亲像倒在我，风霜已经留下，心已经甲归我。江志峰交友广阔，现场有一位讲你的好朋友，你有替伊写歌是吧？是，是咱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歌王。哎呦，哦，足够唱的，非常够唱。你要甲介绍出来，恁两个唱一下吧。是，要介绍之前呢，我希望大家给点掌声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让我们用这个最热烈的掌声，邀请我的好朋友，马来西亚歌王郑荣财。哇哦！人生过一半，大家好。哇！又伫十年的岁月，目屎滴过快乐吗？二十年过去了，为将来爱打拼，三十年来计较不输，看起人情的冷暖，四十年间的心情，平常不怨缘分的影，人生过一半，往事亲像倒在我，风霜已经留下，心已经甲归我。有恁的陪伴，予人生袂孤单，延续生活的心伴，莫想啊，为家己的生活。人生过一半，往事亲像倒在我，风霜已经留下，心已经甲归我。有恁的陪伴，予人生袂孤单，现实生活的心伴，莫想啊，为家己的生活，莫想啊，为家己的生活。谢谢江哥，谢谢荣财。哇！这个合唱非常的和谐呢。特别介绍一下《机缘》这首歌，是荣财跟我一起合作的。哇，在歌词的部分，对，很有才华，写进人生不同的阶段。是，人生过一半哈，那同样的就是到了五十岁，没有30。三十，后面20是多写的。是，那两位这跨国合作，通常会有一定的难度了。是，因为都得上困难的嘛。上困难的部分是因为语言方面吼，坦白讲，咱台湾讲的这个闽南语，甲咱马来西亚有一挂话字无啥共。是，就讲咱讲金嘛，对不？我们说现在嘛，金嘛对不对？有当时马来西亚朋友讲铜金。铜金，我列三两个通音嘛，降息，哇，降息，这很主席，哦，很主席啊，对，那唱的时候怎么办？唱的时候还是要同意啊，好，还是要一定要同意一下了，对 ，OK。所以是唱铜金呀。刚才我因为这股哈，这个差太多，后来就把它去掉，不要用。你哎，回来个度掉，现在规矩改做 right now。这个不是把人家这个变成演艺歌，把人家叫做 call now。那今天呢除了跟江哥合唱这首歌哈，这首歌其实呢我还没有灌入唱片，那是第一次在台上唱。那这首歌呢我将会到台湾那么江哥呢帮我录音，希望呢之后呢如果郑荣财出专辑，大家都会支持了哈，好不好？掌声有吗？